比较好玩的是就是我没有时，那比较好玩的是就是比较好玩的是就是我比较好玩的是就是他们也去，比较好玩的是就是我也不认识，比较好玩的是就是不知道莫名，比较好玩的是就是我的社助就是我是，比较好玩的是就是我的社助，比较好玩的是就是我的社助他们就是我们原本也都不认识，反正我们就是互相，就他们觉得好玩。比较好玩的是社助，其实我们也都完全不认识。那就是因为我们在讨论过程啊，然后就是来我们，那我觉得很棒的就是我们有，那我觉得这整个。那这整个很棒的就是我们这个，那这整个剧组，那这整个剧组很棒的就是我有两个小小，那这整个剧组很棒的就是他们帮我找了两个欢乐的社助一起来帮我，就一起用摄影组这个东西，然后他们也帮我跟焦啊，然后打板之类，我真的觉得非常非常感激。那就是反正我们就是以完全原本也是完全不认识的人，然后我们就是来我们家，然后。来瞧一下器材，然后就是稍微培养一下默契，然后来研究一下到底，东西要怎么组装之类的，器材要怎么搞之类的，反正就合作完美啊。呵呵